他以为特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跟你道歉，本来还以为是人家含蓄。洛阳，你醒醒吧！这次可是李庆留啊，不管是看你下九流的门道，跟你谈生意呢。帮主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不是吴兴隆，看书也招架不住人家，声东击西。看书，看书，看啊！ 帮主，喝茶。今天和李清流相处，喝你个大头鬼啊！喝茶。以后谁再有面前再说喝茶这两字，我就跟谁翻脸。所有这些书全拿去烧了，我再也不想看见。这全烧啊？还不快去，等我动手啊！哦哦。 今日青龙号正式成立，一会儿新丝路要带材料了，之后咱们就跟他们平起平坐。来，新丝路的人来了，他们人来了，人家都来了。龙帮主，快来！东西放哪儿？ 你们跟我来，那个大胖二丫，过来，赶紧的，过来。来来来，开了开了开了。各位，今日是我新丝路与龙竹帮合伙成立青龙号的日子，在这里，我先敬龙帮主一杯。感情义气的话就免谈吧。 我哪有那么充满正义感？凡事有利可图，对弟兄们有利我就干。今天是我们两派成为一家人的日子，我们为今天一家人喝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来来来，走一个，干了，干了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一家人啊，一家人，怎么少了我一个？ 这是二当家为大家准备的女儿红，请大家喝。来，这第一杯我先干为敬，为艰苦创业喝。在五月天的大雨里，我等着给运第一批成衣的工人发钱。 这第二杯，我敬我自己，像个铁打的人一样，陪着这个铁石心肠的人一起白手起家。行，我陪你一起喝。